锦瑟，公主，你做得很好，我就是要你在炎帝面前无尽的折磨我，你越羞辱我，草原上上下下的人就会越同情我。当所有人都对我没有防备的时候，就是我出击的最佳时机。你明白吗？明白。起来。公主，你受委屈了。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？你是我的得力干将，千万不能让我失望。公主，锦瑟一定不惜任何代价，万死不辞。锦瑟无能，是锦瑟无能。公主，那个孩子倒应试了吗？回公主，他已经到了。不过我倒是低估了严厉对阿诗勒隼的感情，没想到他心里还惦记着那个儿子。当初我鼓动李长歌救罗毅，还让阿依尔前去相助，为的就是要找机会除了阿诗勒隼。只可惜舍儿心太软，竟然留下了这个祸害。公主当日兵行险招，幸亏阿依尔死无对证，不然……不然如何？罗毅是大隋的叛将，我自然有说辞可以洗脱嫌疑。对了，洛阳有消息吗？没有。没有消息，恐怕就是最坏的消息。看来锦瑟多半是失手了，我们要加快行动，趁着阿诗勒隼未归。该开始的就都开始吧。公主放心，这两个月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逐步安插我们的人在严厉身边，他这个大可汗当不久了。